发现怎么会点不到的宝箱。不会是什么好东西啊，就是很普通的东西。请问宝箱都是好东西吗？不会有什么，我都没有在拿宝箱的。你说路上吗？路上的宝箱在哪？那有时候还是照进度慢慢推图玩体验游戏乐趣。赴汤蹈火，因为有时候是一抽啊。谁敢放肆？对，你一抽没拿有点可惜。谁敢放肆？谁敢放肆？有些路上那个支线好像打进去是 一抽没有错啊，啊你一抽没拿到你就有点亏。死不全种，敌在这儿呢。赴汤蹈火，谁敢放肆？之前没拿，你说隐藏宝箱嘛？你只要是地图里面隐藏宝箱，再打一次啊。主线路上的宝箱就是你之前打完，它就在地上，你就直接拿。对，都不会有没机会拿这种状况啊。之前没拿的宝箱是不是都没机会拿了？还没结束，谁敢放肆？对，就是没有那种拿不到这种问题啊。连珠。你在这儿呢，目前来看都没有那个拿不到了。其实都你主线也是一样，主线从道具书里面就可以回去重打。就是我都是用自动去打过到第四幕了，就是去道具书里面再重打一次啊。谁敢放肆？因为你宝箱很多没拿，你就少很多抽而已啊。李银凤超好用，你就会少。谢谢表情符号，难过。你就会少很多抽，就会很痛苦。李银凤很好用啊。神魔共此破。谁敢放肆？赴汤蹈火。李云凤前面又既可以赶路，对。谁敀放肆？专打这个暗，杀伤力很高。死不全种。敌在这儿呢。取入婆娑平沙衣可取，如何？敌在这儿呢。前面你其他人打暗也打不痛啊，也还是要李云凤啊，所以很多人一看入谷，很多人都没有练李云凤，就觉得蛮奇怪的。你不练前面，我觉得难打很多、哦。咩啊，不过如此。